今天的莅临哦。然后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淡水南北轩哈，我们的淡水南北轩我们的团队。那现在呢，看到这个也是非常另类的哈，在我们八仙哈，很多人呢用八仙足修，八仙足修哈，但是为什么另类呢？就会不会八仙不是坐云的哈，是骑摩托车来的哈。太慢了，骑乌都来较紧哦。来，邀请到我们的三仙哦，他将是咱的东主哦。来三生接受哦，接我吧哦，淡水大伯伯祈福平安。一直来自我们全省各地，我们所有的游客，大家都能够分享这平安庆的福分，平安庆的平安哦。保存着咱的水八仙哦，一个蟠桃会哦，蟠桃会呢就是由水晶母来邀请的八仙哦，到天庭一起来祝寿哦。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众八，现在呢不流行骑云朵哦，现在流行骑摩托车哦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民俗义政上面的一个创新的变化哦，因为呢，就好像说现在